都是用这个心看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的心往往没办法全面的看到完整的视野。就我对这句话特别有感触，因为我常常没办法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希望就是之后可以记住这句话，谢谢。昨天法师的演讲中，就是让我了解到凡事不能只看表面，就是如果你只看表面的话，你会局限于一个地方，所以如果你什么你可以尽量去扩大你的视野，如果你看得越全面的话，小到小事，大到人生的大事，都对你一生是很受用的。我觉得无限生命它不只是一个宿命论，想说就是什么书到今生读已迟啊，那我是不是现在努力也没有用了？那我觉得我们在反观，应该在看到那些有些人如神童般的表现的时候，我们更应该去以他为榜样，就是跟着有经验的人学习，那期许自己未来一定可以跟他做到一样好。在茶叶的
芬芳的你摇曳在风中，在绿荫的草原绽放，明月流光，青山陪伴，在迷津的夜里微笑，在漫天的星空中寻觅，在彻夜的梦境中呼唤，穿过山林的幽静，路过冰清的小溪，寻觅你。